青山别院近日收治了百余人，到昨日啊，死了十几个，愈者寥寥。京城附近的医馆纷纷上报，说是痘患蔓延，死者难以计数。哦，对了，武德司上报，说近日青山别院呢，牵进了几头牛，说是君九龄要是种痘之法，太医院说没听说过，无从判断。这已经快过去半个月了，朝臣议论纷纷，说是如果君九龄种痘失败，一死而已。可这延误了时机，这痘患蔓延，京城危矣呀！等不及一个月了，密旨陆云奇，再给君九龄最后七日，七日一到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陛下。这是刚刚接到的密信。姐姐，你没有戴面纱，我不能过来。现在好了吗？嗯。果儿，怎么啦？君姐姐，我娘说你是保护我们的神医，你护着我和我娘亲，我当然也要护着你了。怎么这么晚，你一个人跑过来啊？娘亲呢？姐姐，我想求求你赶紧把我娘的病治好，她最近总是哭，一定是太疼了。姐姐答应果儿，一定让你和娘亲健健康康的回家，好不好？嗯。君姐姐，嗯，君姐姐，我娘说她能保平安，送给你，你有了新药便给我吃，我不怕的。谢谢果儿。你知道吗？姐姐也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弟弟。那你想他吗？想他呀，只是我们都要治好痘疮，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。那果儿也要好好的治疗，你看你现在脸上的痘疮就好多了。
这样就可以快点回家了。赶快去吧，娘亲等着急了。嗯，婷姐姐，我走啦。小姐，小姐，新的方子已经见效，咱们这儿的重症患者已经有了明显好转的迹象。好，只是各处送来的新增患者却还是有增无减。我来施动。小姐，小姐，此事万万不可，你还需要主持大局，一定不能冒这个险啊。我有神农氏尝百草，还有华佗施麻沸散，况且智斗本就是我分内之事。可是此处大夫本来就紧缺，我们还是再想想其他法子。不用再想了，这个事情我已做了决定。小姐，你再想想。行军呢？世子，那我先下去了。你去忙。何事？今日你说的话我信，我没有接触过任何病人，我可以来中道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这不是儿戏，连我都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万一出了差池就是丧命啊。我知道，我早就说过，如果万劫不复，算我一个。我说了不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有你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也想为天下百姓做些事情。这不是你……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是陈国公世子，因为表率，如果我中斗成功，那么百姓就对中斗一事毫无畏惧。你来及时救人，我来安抚民心。不行，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。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？我奉圣命监视青山别院，应该是我问世子爷你来做什么吧。圣命就是让你大晚上偷偷跑到小姑娘的房间听墙根吗？彼此彼此，大晚上不睡觉的可不是我一个人。哎，陆大人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可是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来谈正事儿的。你的正事儿呢？便来听听。嗯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我要找的人？你不是要找人种豆吗？他就可以。啊！大人手下留情！大人手下留情！大人手下留情啊！看来陆大人，这是要拿自己的手下向陛下邀功啊！我是在帮你。滚！他犯了罪，早晚要去诏狱的，而今不过是把时间提前了。敢问陆大人，他犯了何事？君大夫，李泽趁着守夜，把你们埋入后院的所有死人物品全部偷走，准备下山变卖。陆大人，都是小人一时鬼迷心窍，才会做出那种脏事儿，饶了我吧，饶！假如他把那些带有斗毒的物件真的卖到京城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拿他来种豆，不过分吧？啊！君大夫，我错了！君大夫，我错了！君大夫，我错了！我错了！君大夫，我错了！君大夫，我错了！我错了！君大夫，陆大人，我不强人所难，种豆必须自愿，你请回吧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的废物也不必回赵云了。啊！走！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啊！你手下的这些人，都是些鸡鸣狗盗的人，跟他的主子还真像啊，都留不得。哼，他比你有用。怎么？要不你来试试？陆大人，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没有那么多下人为我卖命，我只能毛遂自荐了。世子。
顾大人，难道你想留下来跟我一起种豆吗？金大夫，你还有七日，时间不多了，你没得选了。你真想好了？来吧。是不是为了我？啊？陈国公一生鞠躬尽瘁，他风骨的传承，不仅仅存在于血脉这么简单。我身为陈国公之子，我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在乎的是天下苍生。皇城内的人不受斗毒之苦，而皇城外的人却生死难料，没有预防之法，你怎能让我袖口包裹呢？换作是你，能否心安呢？一旦斗毒种入体内，我便无法控制。却如何？有点渴。渴。我要吃这个。吃橘子。我剥给你。你把手给我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你觉得身子发热吗？也还好。你听着，一会儿你去睡一会儿，把精神养好。我就守在这儿，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叫我，知道吗？你还吃橘子吗？啊。陆大人，末将奉旨前来增援。你们两队去那边，你们两队去那边。大人，这表面上看来是前来增援，会不会连我们都得要？
身素心伤痕，一朝与离分不敢浮沉。独醒了，往事讳莫如深，藏心喜爱恨，熟悉天真。与故人相望回忆翻滚，却只敢梦里温柔几分。这一吻与你情节沸腾，沙花里温存扰乱星辰。将你数作人数山河万城，伤与恨。九灵，斗毒凶猛，但你一向行事步步精巧，这次也可以像以前一样，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吧。鞠小姐，你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，这次你定能智斗成功。你再睡会儿吧。怎么样了他？刚看过，是子爷还没有退热。啊，好在是开始发痘了。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目前来看，算是好消息吧。小姐，这两日你照顾病患和世子爷，身子太过劳累，要不你先去休息一下吧，这留我。你也没睡，你现在去睡会儿，我来照顾他。小姐，君大夫，君大夫，君大夫，来了个新病人。怎么了？他这症状我没见过，有些棘手。快，降温的时候别碰到豆荚，有消息随时通知我。好的，小姐。快走。君大夫，这君大夫来了，让一下，来，请让一下。君大夫，这是新来的病人，一直口吐白沫，和其他病人症状不同啊。病人这是冷血之症，不能再用蝉蜕了，否则表虚更甚。那应该用什么方子？得先把病情稳住，用无香散、生搓一剂、水一盅、煎八分，快去。哦，马上去。先把病情压制住。最近没有死人，是不是痘疫算是控制住了？不能懈怠。加强所有人的监测。是，我是君九零。您的方子开好了。他从来没有入过大人的梦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大人，明日就是大限之日了，引火用的油脂木头也都已经备好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冯大夫，啊，给他的内托散里加一点人参、当归，痘疮中的血脓可以发得快一点。今日多亏了你啊，冯小姐，小姐，世子爷情况有变，你赶紧去看看。帮我盯一下。哦，好。主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了，都没有完全发出来。那会怎么样？斗毒就还在体内。那世子爷他，看他能否扛得住，只有他自己才能熬过这一关。主子，主子，世子爷，主子，主子，主子。世子爷，小姐，
小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姐，主子，主子，有我在，我陪你。你答应过我，事斗成功，救天下苍生。你答应过我和我共进退，答应我的事情就不可以反悔。主子，九灵，九灵，我在。丽九，丽九，我在。梦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烟波里时光交错。丽九，你答应我，不可以有事。你的朝京旅程图还没绘制完呢。那家豆花糕一点都不好吃，但是我们上次吃的那家炙肉铺，我还想再去一遍。我等着你带我去呢。我还有好多地方没有跟你去，我还有好多话没有告诉你。我以为我经历了一遭生死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但是我现在特别怕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，知道吗？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醒过来，要挺过这一关，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，如果你能醒过来，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好了。在泽州马惊楼你救了我一次，在金云楼有刺客你救了我一次，在汝南悬崖边你救了我一次，元宝差点发现我的时候你也救了我一次，陆云奇在九灵堂闹事的时候，楚三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让我救你一次，让我救你一次行吗？楚三楚三，你醒了，豆豆全部发出来了，豆豆全部发出来了。在我睡着的时候，把我衣服命少看吧。驾轻就熟啊。你刚刚都听见了？不知道。
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九灵在大火里，你说在那一瞬大概有多痛，我给你弄水。陆大人，楚九龄，你回来了。我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。你当然知道。你相信魂魄转世吗？我不信。我信。你就知道。我是君九龄。楚九龄。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的身份？我不知道陆大人何意。我的意思你早就应该明白。你还活着，对不对？陆大人玩忽职守，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吗？重要吗？啊！我在乎的只有你。你在乎谁跟我没关系。你要找的人也不是我。我现在在煎药，烦请陆大人不要妨碍我。朱赞是不是教过你九灵？在他昏迷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答应了？看来大人不仅不务正业，还喜欢连窥必听啊。是啊，我是答应了。他叫的就是我，就算他叫的不是我，他为百姓冒死失斗，我情急之下应一声，又有什么不可能？你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开设九灵堂，我几次威逼你改名字，你不肯改。还有你的药房，你的字跟他一模一样。上次我在怀王府，你看起来比九黎公主还要担心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演了？我不想再猜了。陆大人，这一切都是你妄想的推测而已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跟你解释。你可以骗过别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他是你心中的执念，但他已经走了。就算他在世，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样吧，陆大人。面对现实吧。你爱过人吗？朱赞以身试斗，竟然活下来了。你说这是好消息啊，还是坏消息？
老奴为人愚钝，陛下说好就好，陛下说不好便坏。除去了窦焕，能够救那么多的人当然是好事了。真是上苍保佑我朝。朱赞也算是立了大功了。你说此时朕重重的封赏他，陈国公会怎么做？以陈国公的为人，他一定会推脱，说这是他职责所在。你可别看他只是个武将，他可是这个朝中少有的明白人。古往今来，既立下卓越战功又清明在外的武将能有几人呢？陈国公为人虽然通透，但能看清他小心思的人是您，陛下才是这人世间一等一的明白人。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。君大夫辛苦了。君大夫，你看这个药材配比可不可以啊？是我们昨日探讨过的方子啊。可行。君大夫，你看一下这方子还缺不缺什么药？人参当归再加两钱，去吧。哦，好。来这儿了，你没戴面纱，快回去！我试过痘了，你忘了？我忘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多了，好久也没合眼了吧？辛苦了。哎，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干嘛？我看痘。谁看你啊？恢复得很好，看来这个方子有效。所以成功了吗？不算成功，给孩童的还要再试。还需要孩子试痘吗？对，一会儿还要再辛苦你一下。在所不辞。世子身上的痘毒毒性会更小些，也会更安全一些。但是大家切记，豆苗一定要取蜡状光泽、肥大厚实的才好。蜡状光泽，明白了。肥大厚实啊。那我便把世子交给诸位了。好，行，放心吧。哎，诸位诸位，下手轻些。别怕啊，放心吧，放心，没事啊。来来来。行军呢？行军呢？陛下，朱世子求见。什么？他到这儿来了？他就不怕把窦焕带到宫里吗？谁让他来的？这陆云奇真是玩忽职守，竟敢擅自放他出来。宫里当值的也是废物，不见，让他走。陛下，世子说您担心的事儿绝不会发生，他来是有要事相商，是罪臣周本堂家的事儿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哼，这些当差的，不知道什么人该放进来吗？
世子爷，有话您就站那儿说吧。啊，陛下，臣已经试斗成功，不会再得，亦不会传染。快进来。是，世子莫要介意啊，实在这斗患呢、啊、太过凶险。怎么，试斗成功了？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。世子你可是立了大功。此次试斗成功并非是臣之功，乃是君大夫之功啊。嗯，朕一定一并封赏。陛下，臣这次来不是来要赏的，而是有一事相求。臣请陛下准许臣带走周本堂世孙。啊？为何呀？带去青山别院，施斗。这周家的孩子，周家是犯了卖国投敌的死罪。你现在把他们从死牢里带出来，这是要给周家留后啊。陛下明鉴，臣一心只为智斗，别无私心。种豆不是成功了吗？回陛下，种豆确实成功了，但是只是大人的成功，儿童和大人的体质存在差异，用药和手法也有所不同，所以还需要调试。死囚里犯人多了，随便挑两个，为何偏偏用周家子弟啊？回陛下，如君大夫所言，此次种豆的孩童只需要10岁之内的，而死牢里唯一符合条件的只有周本堂的世孙。哎，世子爷，这事儿好办，您到衙市上随便买两个幼童就是了。陛下万万不可，衙市的孩童还是有生存希望的，若是种豆失败落下口舌，会影响陛下的圣命啊。反正他们已打入死牢，就算让他死，也让他种豆而死，反而更有意义一些啊！让你去衙市买幼童，与陛下何干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就是两个孩子吗？你的请求，朕准了。只要能够驱除斗患，就能救更多的孩子。去吧。谢陛下。臣告退。小姐，这是按你的吩咐调配好的补药，就按照这个来配，多配几副。好，快去吧。他擅离青山别院就是抗旨，抗旨就得死。陆大人前来何事啊？你说呢？我与诸位大夫一直在大殿议事，确实不知。好，那你把朱赞叫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陆大人既然要找世子，自己去问便是，何必来问我？你的意思是不肯叫了？所以成功了吗？不算成功，给孩童的还要再试。还需要孩子试斗吗？难道他真的去找试斗的孩童了？你们都帮朱赞，那就是违抗圣命，都得死。梦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烟波里时光交错，难言的因果，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多否折树难洒脱，明日
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，生生与下落，相见难相逢，泪婆娑。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生如雨漂泊，相逢不相识，泪婆娑。